每年的3月17号啊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过 St. Patrick's Day。 这个节日纪念的是爱尔兰的守护神以及基督徒登陆这一翡翠岛。今天 St. Patrick Day 已成为了爱尔兰文化和传统的代名词了。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节日传统的咸牛肉白菜和爱尔兰苏打面包。我们需要准备的是6个比较大一点的土豆，6个大一些的胡萝卜和一个大一点的洋白菜。牛肉啊是非常特殊的，这种咸牛肉大约4磅左右，我反过来给大家看一看，是已经腌制好的啊，卖的时候就已经腌制好的密封的这种咸牛肉。在奥迪呀、沃尔玛呀，还有一些美国的一些超市里都有卖。我们首先把胡萝卜每一根都切成2到3大段，铺到慢锅的最下边。每个土豆呢都1/2或1/4。我把慢锅的链接放在视频下边，大家就可以看到。大的半个洋白菜切成这样的4大块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从中间1/2，这样就变成了8块洋白菜，把它放到边缘，然后我们加上清水或者是啤酒更好吃，没过这些蔬菜。好，下边我们来打开牛肉包。打开以后您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小调料包，这个呀是咸牛肉的一个独特的风味之所在。我们先把牛肉放到蔬菜的最上边，然后再撒上这个调料包，用手啊把它铺平。好，下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慢锅的锅盖盖上，然后我们把慢锅旋转到最高火力，您就不用再管它了，炖煮大约7个小时左右。在这期间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苏打面包。在很多的美国、爱尔兰等等这样的一些商店里边都有卖这种啊，每年这个节日之前就有卖这种苏打面包，非常的好吃。不过呢，家家户户都喜欢自己制作，更有节日的气氛。我们先来准备4 cup 普通面粉，然后加上1勺盐，接着再加上1 teaspoon 的小苏打，再加1大勺的糖，然后我们把它和匀。那我们准备一个鸡蛋，打散一个鸡蛋，然后准备1/4杯的 buttermilk， 超市里都有卖。接下来我们融化4 tablespoons 的黄油，把它均匀的淋在面粉上，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。我老公啊有一半的爱尔兰血统，所以他特别喜欢做这个面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放1大杯的葡萄干，喜欢多吃呢也可以多放一点，味道啊特别的浓厚。然后我们从中间啊给它挖出一个小坑来，接着把刚才准备好的鸡蛋液倒进去，再把这个 buttermilk 黄油牛奶也放进去，然后呢我们用个勺子呀啊轻轻的把它和成团儿。这个步骤的关键呢就是没有干面粉再出现了，这就是一个最终的达到的一个标准。但千万不要使劲的啊，这个来回的这个搅拌，只要您看达到基本上没有干面粉了，就从盆里把它拿出来，从面盆里把它拿出来，放到一个面板上，放一些干面粉，然后呢我们用手啊轻轻的把它这个团成个大团儿，椭圆形的啊一个大团儿，不要揉面，这是个关键。然后我们从上边呢要给它啊开一个十字刀，为了让它透气，这样里面啊这个面包的内部特别容易熟。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烤盘上啊，这个425华氏度烤40分钟。您看这面包开了花的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吃甜味的呢，在临熟之前在上面撒上一层白砂糖，抹上黄油吃，哎呦那叫一个香啊。烤好了的面包啊，请您立刻用铝箔纸把它包好，这样吃起来啊里边才是特别的软嫩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看慢锅。
四个多小时之后，它将将要开了。现在它完全开锅，打开锅盖已经香气四溢呀、啊。到最后这样炖煮了啊，慢锅炖煮了七个半小时，完全熟透，我把它转成啊保温状态。我用小刀子拉开一点儿，这肉啊嫩的呀，您看我举起来一小块给大家看看，嫩到它已经完全在颤抖的状态，搁到嘴里那就是入口即化，一点儿不过分。来一瓶啤酒好好的庆贺一下，最后祝大家圣帕特里克节快乐。